哦，爬坡前面，我去，好吧，我们试咱们看看去。对。哎。前面爬坡。上去。啊。导航给你走里面的路，好像，哎，就这样吧。既然决定了，就不考虑其他的可能性。我们走过去看看哈，看看为什么导航不导这条路，它让你走里，走里面的路。现在海拔75。
活儿。我去，前面还是连续的坡啊，走。太热了，哎。戴耳机了也没听着这大娘说了什么。我们现在离山又更近了哈。这三条彩色的线画的是太漂亮，太漂亮，看着感觉心里就痛快。现在海拔97。有一档吧，啊，现在海拔106。善溪大桥，善良的善，溪水的溪。
陕西大桥，111海拔，前面应该到顶了，再坚持一下，再坚持一下，小伙伴。113海拔，我去，那路上是谁掉了什么东西，我们得停下车把那个给他清走啊，看来没人办，我们办吧。118海拔，我们停这儿吧，停这儿再上车。你118，我们把那个给它捡走啊，看路上这个东西。痛快了吧，嘿嘿，我们从这带起步可就费劲了啊，走。118海拔啊，我去，还在爬，120海拔，120了。前面我们要爬到多高不知道，所以我们要调整一下心态，做好长期爬坡的一个准备，是吧？他不会，你要告诉我，我要告诉我自己，他不会很快结束的，所以我慢慢爬啊。好，心态调整好。海拔130，现在。
我们只要不是往山顶上爬就行，不害怕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要是往山顶上盘，那就坏了。他只要不是往山顶上，这坡我们就不害怕。音乐和音乐，141海拔，义乌界，我们到义乌了。义乌你好，我爬着坡到你们这儿了。海拔145，海拔150，前面没了吧？看远处的山和云，太漂亮，太帅了，太他妈壮观了！我去，爬坡值，值得了！我去，海拔152。153，海拔155，前面差不多到顶了，156。车速9.6，海拔现在158，有点轻松了啊，准备下坡，加档，大家加，准备下坡。
让我们欣赏一下下坡的风景。走着。现在车速33，海拔151。39，海拔144，143。到了义乌了啊，这前轮桶轴啊经常松，只要是一走这颠簸的路的话那就松。现在海拔128。
我们是从海拔多少爬的？85是吧？85一直爬到150多。哇，这边马路真宽敞啊！啊，真宽敞。S310复线，东阳方向。